家都不知道，也都在看啊。所以刚刚讲说有四个因素：月线反压、犹如请辞待命，怕整合出新版本；雅股日韩修正；习大六月中选举。因为六现在在整合，又讲什么？又几种可能？第一种就是说，他就反正好嘛，我就整合，随便来，你们要怎么听你们自己讲。第二种说，老娘都不干了，老娘还听你们跟你拼呢、啊？哦，非要坚持不可。第二种，那另外一种就是，立法院对他一口，因为你要走，必须客气一点。免得在外面骂，因为就是要现在不干最大的，什么是不干我不干，不干我就很大了，我不要你东西那怎样嘛？无欲则刚，不干最大，我开始骂你，对不对？我将来当学者，我在报上写专栏骂你，所以这个时候也许立法院说啊，那就听听，免得到时候舆论呢又骂我们，就是你不能接受就接受啊，最好大家啊自己不要搞得很难的，所以现在又有个变数出来，啊，主要就是一个变数出来，所以呢。台股啊，这个也反映了这个的变数啊。所以台股现在还好，刚刚跌了101，现在跌85点，我们休息了吧。松青点豆，专业烘焙，博朗绿霸咖啡，选用100%与林联盟及 Wood Certified 认证豆，将品质及对地球的关怀研磨入袋，滤出每一滴香醇，精致您的咖啡生活。博朗绿霸咖啡，爱地球，心上市。创意源源不断的广告才子孙大伟爱书，更会挑书。我们用心选择了他谈过的好书，像《巴菲特传》《私钥上榜》《你的力量》《明日的记忆》《东京铁塔》《富翁的物种原始》《台北小吃》《田园之秋》《蔡伟与初衷》《梦想教室》《机场里的小旅行》。为什么男人不听？